护理师能力严重不足，第二个病院是拢出现关病床之行。既然成功派出所强防火，嫌犯要逃走是弄警车造成两名警察受伤。川普政权是要禁止抖音，这个话说为着选战开抖音笑话。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天辉。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卫福部推估今年台湾的护理人力是欠24000人，这么造成病院关病床变作常态。依家都呼吁政府爱提悬健保医生，替护理人员加薪水，佮爱扩大护理津贴，才能吸引护理科的表现到入病院。70多岁赵阿嬷因为发烧过发烧，怀疑是腰椎发炎。初三透早到病院挂急诊检查，医生评估爱住院治疗，不过特别到中昼也是等无病床，家己伫个急诊室走廊继续等。今天早上来吗？对，才弄的、啊。有床给你吗？啊？有没有病床给你啊？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有没有病床。还要等就对了。对啊。其实亲像安尼案例阁未少，新冠疫情过后一年以来，各大病院拢欠病床。伫急诊室等病床的病人是有增加无减少，平均要等2-3天。主要原因就是护理师人力严重不够，加上今年3月三班护病比甚至上落，用每个病院拢面临降载关床的困境。因为要满足护病比，所以没有把这个病床降载的病床把它恢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护理人员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个表现。所有的医院都提出了很多调整薪资的办法及留任的措施，希望留住更多的资深的护理人员，或者能请护理师回任。依家建议政府应该提悬健保预算，病院才有能力为护理人员加薪水。护理界是呼吁政府扩大发放护理津贴，唔那夜班有、白班甲特殊单位，比如开刀房、急诊等，也拢同款爱发。希望今年6月毕业的季节，有更加侪护理科系毕业生愿意到一个病院补足人力的缺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既然成功派出所边啊，昨下是强放火，连派出所电脑是拢强烧派去，警方哪吒嫌犯逃走，各种警车在过程中是造成两个警察受伤，嫌犯是讲伊是不满，叫警方处置才放火。监视器摄到初二透早2点外，罗东警分局成功派出所边啊停奥多麦的所在，有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伫咧遮行来行去。一个查甫人离开无偌久了，现场随大火，一个爆炸的声音。有6台奥多麦、一台卡达车，加派出所外口的电线拢被烧坏。这个查甫人表示开一台轿车离开。警方认为这个死过查甫人有嫌疑，伊可能是因为违规停车和警察开单正不满。尾仔调监视器发现，伊走去加油站买7块的汽油，结果倒来现场放火。郭姓犯嫌哦，是前往。台北市的某加油站，以保特瓶来装汽油。那在今日凌晨到我们成功派出所来纵火。昨日透早3点外，警方伫咧伊骑车附近发现伊，对伫咧伊后壁，伫咧新寮一路的时阵，甲伊车砸落。伫过程中，这个四过查甫人还佫开车撞警车，造成两位警察受到轻伤。警方甲伊的车窗撞破，抓到人。拦截的过程中，这个犯嫌有试图冲撞我们远警所驾驶的巡逻车，所以后面就以妨碍公务的现行犯将其逮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纵火？有话要说吗？警方依照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一个毁损罪等罪嫌，将这个四个查甫人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且检察官申请羁押。宜兰地院的法官伫半暝裁定收押。记者综合报道。上来这款行为嘛是已经违法了。台北一间高中都发生男学生是秘密女学生的便所偷窃的事件，而这个男学生是用记小过两个，该已经休学，裁定是要保护关守3年。便所部分是搁在拍官司，各高中要求学校都要改善。
台北市一个高二篮球队男学生对高一开始电脑摊特别下课进前，以腹肚疼为理由向老师报备了后离开教室，结果偷偷走到查某囡仔便所去避。等下课时间一个到，对便所的隔壁间的窗偷拍查某囡仔用便所影像，时间有两年。到去年底，有同学发现本案影片伫网络上流传，向学校反映，专案才逼出来。那送到奖惩委员会的时候，哎，他们就发现我们的大过是需要有性侵跟性霸凌，不符合大过。那他们找到小过是符合的，所以他们的决议就是记两只小过。案发了后，好好通报教育局调查了，确认性骚扰事件成立。讨论了后，家长处分时记过两摆。教育局要求好好进行相关的辅导，并且强化便所改建设计。他们现在呢是已经要修他们学校的奖惩规定，如果涉及这种性别事件，必要时情节严重，可以记到一大过。教育团体认为，男学生电来以腹肚疼为理由，提早离开教室了后去用偷拍，时间有两年才久，教师甲学校警觉性不足，无多加注意，造成偷拍行为一再发生，真无应该。他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一直的偷拍而不被发现？那学校的管理是不是有些问题？或者是说，这个孩子他借故肚子痛，然后就离开教室？难道没有任何人会去关心说，哎，他怎么了吗？为什么常常这样？原来这个男学生案发了后已经办理休学，两个被害女性提出告诉，刑事部分法官告知保护官十三年，民事部分因为和解金讲不话，也是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玉仔山啊，是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介意，暗个嘛常常因此会着贼偷。玉仔分局对六月开始执行包括山啊的户口专案，希望能保障农民的财产。警车一台接一台出动，个别来到规划八路线来巡逻，拄到可疑的人事物，马上了解状况，家人嘛拢无休困。台南山啊是玉仔区的代表性的农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是真容易引起贼仔想要偷。为了防患于未然，玉仔分局特别规划户口的专案。那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少，所以产量减少，价格上升。那所以我们针对辖区的这个水果这个易遭窃的地点，去综合规划了这个护果专案的勤务。那总共分为市区八县，啊，总共45个巡签点。那我们假日也有动员内勤的支援警力来加强巡逻。福哥的专案伫六月开始，一直伫小到生产期七月底。不过高雄的范围是真宽，为了有效防堵，贼仔来偷。除了警方加派人力来巡逻之外，也选到高农伫分区内来增设监视器，跟因的照明顶来合作，对农民来讲嘛确实有效果。那迄要做出来酸也好啦，啊，从去年人迄个落来咱嘛是规区拢总也变了了，经济较歹吼，就拢有这款情形，有咧巡有差。啊，你若无咧顺哦，伊就真正迄落。安尼袂歹啊，拄对啊顺者有差啊，哦。玉仔分局的户口专案是逐年拢有，除了事前对辖区内农民加强宣导之外，警方嘛调查各区的公园规划巡逻的路线，同时嘛提醒农民的防偷意识，加多强化自我防偷的观念，警民合作来阻止贼仔，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记者郑云丹报道。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龚义川讲，会当用手机定位分析民众个资，是引起风波。NCC 主委是强调，三大电信业者并无提供资料。数发部长嘛讲，技术层面是会当做得到，啊，毋过伫实务上串联资料有困难。反对推动国会改革五法的青鸟行动，是写袂少民众来参与。毋过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倒一搭伫个节目顶讲。会当用手机啊定位分析立法院外口民众的个资，这个话题持续引起关注，嘛加做立法院调查公控的重点。大用国家机器来去监控我们全体的人民，资料的串接是都有在散布在各系统，当然可行，但是会相当的困难。所以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可行，但是会相当困难，因为要串接很多系统。那事实上每个系统是独立的。针对这一次的青鸟行动，有没有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数据的一个掌握人，那三大业者到会做行政调查的时候，就表明他们并没有提供给任何的这些所谓特定人士、政党也好，或是企业也好，这些相关的资料。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数发部甲 NCC 等等的单位，针对国家机器用手机啊定位、分析民众各族特性等等的方式，侵犯人民的权益，进行专案报告。NCC 主委陈耀雄指出，根据报告。三大电信业者拢无提供资料，中华电信董事长嘛回应讲，并无提供相关人员分析的资讯。五一九
五二一、五二四、五二八这几场大型的集会游行，有没有任何单位来跟中华电信申请了手机的这个电信信令资料？没有，政党相关的集会游行相关的活动，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我正式跟你检举，是这个假新闻。你要怎么处理？我们可以不可以处理？我们依法定程序处理哈。这个如果说委员已经检举，我们本身好，我正式检举哦。有没有落实事实查证这个部分？对，我们去处理。NCC 指出，已经接到相关内容的申诉，会依法来处理。在所谓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电信业者提供器设备化大数据资料分析，来确保无法度直接或者是间接设备出特定个人的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是可以用伊之前批评佮拍算要禁止的 TikTok 的账号，嘛吸引有300万人伫追踪。根据了解，伊是想要吸引少年的选票。The president is now on TikTok. It's my honor. 前总统川普在暗时第一班可以用 TikTok 随即马上上传，伊参加纽泽西州一场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佮观众互动的短影音。这短影音已经超过5800万次观赏，也上好启用了后也马上吸引300万人。今年3月，伊白宫 TikTok 是对国家安全有威胁，暗过禁止，也好一挂少年人正受伤。现在川普转变心意，加入家己以前禁用的平台，并认为可能对伊第三摆选总统有帮助。事实上，川普自2020年就用国安做理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伊自2021年败选了后，新上任总统拜登宣布撤销禁令。美国在11月初5总统大选，川普拜登要阁对决。川普讲，伊会利用一切影响的工具，甲美国人民直接对话。顶礼拜封口费的案件遭到判刑有罪的川普，也就上电视，佮批评司法体系。The judge could decide to say, "Hey, house arrest or even jail." It could face what that could. I'm okay with it. It's weaponization, and it'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总统拜登早在 TikTok 等开竞选电视的社会媒体进行，目前有超过34万追随者。前阵子，昨晚伊才签署一项法案，要求所属的母公司直接跳动将 TikTok 卖给美国。阿那伯，会乎美国已经有1.7亿人使用 TikTok， 无法度在美国继续使用。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伫咧南非这边，大选已经结束，执政党刚得到40.2%的得票率，国会并无过半。最近30年来是头一摆挨做联合政府。南非总统就表示，想要甲在亚洲执政联盟谈判过程会真困难。经过大约时间的开票，南非大选结果出来，无任何单一政党在国民议会中过半。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只得到40.2%的得票率，失出为2019年的230席，大大落魄到159席。南非总统同时也是非洲民族议会主席拉马佛沙发表谈话，表示这摆大选反映人民的意愿。They expect the parties for which they have voted.To find common ground, to overcome their differences, to act and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everyone. 另外，中间偏右的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得票第二，得到大约22%的选票，会出的87席。党魁斯蒂胡森已经表示，为了避免又一摆涉贪的前总统祖马政府，已准备好就共组联合政府，甲非洲民族议会等其他政党协商。The voters have chosen not to give anybody a majority, and therefore the voters expect now their leaders to, in a mature manner, sit around tables, discuss what is possible, what is not possible.南非议会实行2年制，由国民议会甲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组成，任期拢是5年。国民议会拢总设400个议席，其中200名议员是透过全国大选来产生，另外200名议员是由省级选举选出。根据南非宪法，新一届国民议会产生了后，国民议会会选出南非新一届总统。民众对这摆选举结果多数感觉欢喜。If you don't have one government that has the ultimate power, you know, at least if you've got 2 or 3, I think it would work better for us. Seeing for the past 30 years, I wasn't impressed abou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三十年来头一摆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分析指出是南非选民不满失业率无平等、甲欠电等问题所造成的。另外，前总统祖马领导的新政党民族之矛是得到58%，则是15%的选票。祖马刷天极大选作弊，也无啥可能甲现任总统拉马佛沙做联合政府，和执政党恐惊会面临艰难的谈判过程。公司新闻电话林朋友，所来有困难的是安装拍火，美国旧金山当兵也火是搁着烧，消防员继续在全力拍火，目前有侪侪土地甲厝是拢叫野火烧起，民众嘛向被迫撤离。伫咧旧金山东边差不多90公里，互人叫做克罗大火的火势，即马烧的方向探向有10万人口的城市崔西部分地区，已经有厝被烧害。火势自拜六初一下昼开始烧，有两位消防员受伤，好在再无大碍。Currently, we're engaged in this fast-moving grass fire. Fire crews are out battling this fire in very tall, dried grass.You can feel the winds at our back right now. 这马已经炭烧超过14000英亩的土地，差不多30%的火势被控制。火一开始是伫咧离加州劳伦斯利弗摩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重要核武器科技中心之一的所在地所管理的山仑顶开始烧，才有发真侪草啊。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The big concern is the grass crop. Being out and just walking through it, it's you know 4 feet tall, and it's pretty thick and matted.We thought a light flashy fuel, that grass just burns so readily. 劳伦斯利弗摩国家实验室发声明讲，目前野火对实验室的相关设备或者是运作无造成威胁，也已经下令疏散加启动紧急行动中心，方便规个拜六监控灾情。根据气象预报，最低最低的温度上悬到29度，无落雨。接下来天气会更加热，另外包括崔西在内，圣约金各地将会出现危险高温的天气，温度上悬会到39.4度到42.2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郭建树是受到12根手伤，申请加入军上前线的心脏，有3根是进入实际心脏阶段了。郭建树强调，心脏结果会尊重心脏委员的意见。民间团体则是话讲，美国是经过4年心脏，咱台湾也严格把关。响应今年世界无分离主题是保护囡仔，避免混淆干扰。郭建树举办戒烟比赛，鼓励民众戒烟。对形象产品，郭建树强调，科学证实所谓形式的烟草拢有害健康，电子烟加加热烟也对戒烟无帮助。目前咱国有关禁止电子烟，加无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对已经有3件业者加热烟进入实际审查，也会照流程由审查小组监督。任何一个对民众权利相关的一些法案来讲，他希望能够达到半年的能够有一个结果。那另外说，如果半年没有结果，可以延长半年。外传出评估结果可能在10月出来，郭建树回应，因为有厂商资料提供的资料无齐全，也爱个保健无有设施等。医师提醒，新型烟品的伤害并不输传统的烟品。吃薰的人，那平常几啊种的薰草产品，恐惊对尼古丁的瓜可性更加高，也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心脏血管，第二个是有很多的癌症哦，还不是只有肺癌、大肠癌，其他癌都会。那还有很多肺功能的损伤。电子烟、加热烟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继续对尼古丁成一个最重要的。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呢，我们政府应该要确实的一个把关。民安团体发声，美国加热烟在就期进前也经过4年审查，呼吁政府监督要更加严格。另外，避免混淆以减害来包装新型烟品，也要求卫生部应该要评估禁止加热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侦办曲棍球协会侵占公权的案件，检察官陈龙雄去检察院弹劾，最后是无受听改确定。不过检察院去年是对伊进行第二摆弹劾，经判决无符听改，伊希望检委卖阁上诉。不因为缉毒有功劳，得到中央首长检察官陈龙雄伫彰化地检庭内侦办曲棍球协会侵占公款案，不过调查结果予检察院认定办案有欠点，提起弹劾。经过顶届法院审理了后，初三判决无受顶届。
陈龙祥未对曲棍球协会相关人员涉犯图利罪嫌实施侦查，虽然有为师，但并非情节重大。至于监察院对于陈龙祥移送的其他事实，何益庭均认为不构成为师。专案引起讨论是前立委段宜康指控前立委林聪敏在担任曲棍球协会理事长，涉嫌诈领公款。也毋过，陈龙祥调查了后，伊无起诉处分。迄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李淑惠也得到原起诉。检察院认为，伊疏漏伪造影啊、印文等犯罪事实，违反办案定书。在头一摆弹劾了后，已经得到无受定界确定。这一摆阁互弹劾，虽然只无法定进程，无违反一件代志，无阁受理原则，也毋过涉附威胁部分，情节并无重大。如何去适用法律，让我们整个事实的认定证据，我们怎么取舍？其实我们在约询的过程之中，我都有回复给高委员了，但他不接受啊，还是感谢。惩戒法院啊，就是给了我这个彰显正义价值的判决了。这是陈龙祥因为这个案件第二摆被弹劾，迄当时也引起检察体系反弹，未少检察官发起连署声援，一摆过一摆协判无受定界。陈龙祥表示感谢，也希望监委唔通阁上诉。实际打电话给当初提案的监委高永雄，结果进程无处理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心大学团队研发用物理性的电子场减少轨迹改动了后的离水率以及口感，也透过专利技术移转和民间业者三合合作，加强台湾水果的竞争力。三盘水果摆出来，冷冻过了后，搁再解冻的往来，看起来较烂，水分流失较侪。而且还是甲拄切好的往来，看起来差不多。关键的技术就是伫这套电磁保鲜系统，和冷冻过了后的水果，鲜度还是会再来维持。那它会将特定的一个频率、压力以及电磁参数的讯号传送到我们这两个电极板中间，再由这两个电极板交互作用产生电磁场。将新鲜的往来放入去这套系统，电管甲下卡的电极板通电了后，就会产生电磁场，搁再为示波器来观测电磁波的变化。故伫中兴大学研究团队表示，透过磁场将水果当中的水离子重新排列，就会使降低细胞壁的破损，卖使有效将保鲜期来延长一倍以上。这项技术伫国内卖已经取得专利。细胞里面都有很多冰晶的结构，那传统的冷冻，不管是急速冷冻或快速冷冻，它造就的其实只是把冰晶可能比较小，可是我们现在是可以把冰晶排列得更紧密。研究团队表示，传统的保鲜技术利用冷冻或者是添加化学保鲜剂来延长保鲜，不过所产生的冰晶会将细胞来破坏。这项技术会使将冰晶来上小化，同时会使让离水率降低上少六成，也解决了业者外销的头痛问题。放在品相上面的维持的褐变，它是比较不容易抑制，香气可能保留也会随着保存时间的拉长而慢慢的一个递减。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会使广泛利用伫加工端甲处理端，搁再搭配冷链科技做伙来使用，透过专利技术的移转，头一次甲民间业者三合合作，嘛提升台湾水果外销优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云林大陂乡的咸菜产量全国第一，不过产生废水都有一千吨。台大研究团队就将废水变作饲料，搁再利用。分管府台大团队跟大陂乡公所合作，要建立农业的循环经济。咸菜废水烟蒂桶增加满满，目前搁有百外桶还袂处理。云林大陂乡是国内生产咸菜上侪乡镇，但今年生产的高盐废水高达一千吨，每年拢要编列百万的经费处理废水。目前阁累计五千吨还袂处理。我们这些，这腌制废水嘞，以前那头痛的，的问题嘞，我们都把它变成黄金，投入我们的这水产养殖业，这样，可以，对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个保护啦吼。台北乡公所表示，虽然这废水拢经过检材专业区统一处理，但因为处理成本高，目前阁有袂少等待处理。台大新马科学院研究团队发现，这废水有机质含量高，有丰富的营养氧含金属离子，一旦自然化成为水上养殖盐度调节剂含一倍。我想希望未来云林县政府跟台大这边能够持续合作，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些
农业的一些剩余的一些资材重新再转利用，本身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宝贵意见。那我们在经济循环再利用当中，云林县希望成为一个零废的城市。文化部表示，管务院台大团队和大鼻乡公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后，会建立农业村的住宅，资源化循环经济模式，希望能有效解决当地当年咸菜废水的问题，将废水资源化后导入水产养殖业，成为生态循环经济模范。记者黄文报道。回答执行长黄灵芬伫个台台演讲，伊讲台湾供应链是带动人工智慧的重要关键，未来世界会发展到数位人类，这么刺激今日台股盘中是不大起，超过400点。回答执行长黄灵芬去台台体育馆演讲，何用进前伊伫个台台毕业典礼致辞，讲出社会了后，都爱拍拼各种的，唔通死守看看行，爱做一个男人。So I cannot walk, I must run. We have a lot to cover. I have many things to tell you. 详细看台下来听演讲的，有真侪是回答台湾供应链的同伴，亲像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光大董事长林炳立拢伫个台下。黄金芬伫个台顶，等是因公司地球气候数位相生啊，会当预测未来地球出现的变化，买当预防天灾。它融合了人工智慧、物理模拟和观测数据。可以帮助国家和公司预见未来，并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回头看过去的发展，为个人电脑 PC 开始革命的历史，未来 AI 也展开一段新的产业革命，为 AI 工厂、机器人发展到数位人类。台湾是无名的英雄，确实世界的支柱。一起，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辛勤的耕耘，让我们能够踏入崭新运算的领域。亲爱的伙伴们，你们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NVIDIA 他们这方面，不管在硬体、软体方面，他们都看到很大的成长。那当然，这也代表我们台湾的机会嘛。NVIDIA 有很多协助新创的啦，或者这种帮助台湾做研发，我觉得我们会跟他们配合。黄金芬上尾以一段华语的影片，感谢台湾的企业成做 AI 产业革新的靠山，这话嘛带动车商台股开盘开悬走悬，盘中报价21577点，大起超过400点。苏华部表示，未来 AI 是重要的产业，会甲惠达配合，鼓励台湾伫 AI 人工智慧的研发、新创甲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AI， 个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苏祖峰，台北国际电脑展特别举行，美国超微执行长苏祖峰都今日先拍头阵，伊讲 AI 当地革新人甲电脑互动的方式，也有展出真侪新型产品。拜二南港展览馆内底人是叉叉叉，拢是为着来看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开幕的主题演讲，头一个是由美国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祖峰来拍头阵。早安，大家好。大卫头就先用华语亲切甲大家小招问，苏祖峰邀请几个合作的同伴就台，包括台湾华硕电脑董事长徐宗东、美球啊台厂的供应链，伊讲 AI 正在更新人类甲电脑互动的方式。AI is our number one priority, and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credibly exciting time for the industry as AI transforms virtually every business, improves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reshapes every part of the computing market.在 AI 的风潮要徛好在，包括即时翻译、新生成能力，拢是过去无度想象的代志。苏祖峰提出超微第三代新生成 AI 处理器，呼应今年展览的主题，把重点放在 AI 增强的运算能力，也够对未来影响。AI 是今年的亮点，也会是未来10年、20年的亮点，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台湾是在全世界。AI 生态系里面具有最重要的供应链的角色。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览，计共有1500多间厂商来参与，规模是真大。黄志宏指出，台湾的地位是无法度简单就去予取代，按算会吸引超过50000的海内外买主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美中贸易战扩大，墨西哥电脑消费不但台湾、美国，连中国企业也去当地设工厂。墨西哥在去年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上大的进口来源国。在墨西哥东北部新莱昂州的一间金属加工厂，工人当地为客户订做各种零组件，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冲击，当时为了闪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的恶梦搁再发生，有愈来愈多企业选择到墨西哥设厂。
La realidad es que nos da una versatilidad. Uno, por la ubicación geográfica, estamos en un sitio privilegiado a nivel nacional por la cercanía que tenemos con la frontera para poder exportar al principal mercado que es Estados Unidos. Ma, 中国企业拢到墨西哥设厂，和中国制造变做墨西哥制造，一旦先过美国高关税甲制裁，包括台湾的鸿海集团、丹麦的万古涛人乐高，一个美国芭比娃娃制造商美泰，也拢加入墨西哥进化外包的行列。设置墨西哥的生产线，除了因为更加挖近美国市场，会当节省运费，也个劳力成本较少，有北美自由贸易保障这个优势，也使得去年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创下历史的新高，超过360亿美金，其中有38%拢为美国来。Pues la ciudad, la zona, la región, pues está creciendo, se está desarrollando cada vez más, y eso también son grandes oportunidades para toda la población. México de 去年拼赢中国，变作美国上阶段的进口来源国。按过当地厂商是讲，墨西哥也必须在基础建设、交通加水电的经营这方面加强改善，才会当因应外来投资加大而且生态化的需求，进一步在新世界经济特殊会当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救国团去到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土地甲现金拢移转国有。啊，不过哪会就提案修正东山条例，可谓对手竞争，都向质疑这是替救国团解脱。立委都批评国民党卖乱来。经营超过一家族的救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因为被判定是不动当产，去年底结束营业，收归国有。因救国团被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61笔土地、16.3亿的现金转移国有，间接冲击到员工的生活，包含纳税又核定37位纳税，最近提案修正东山条例。个别委员都有提出相关的提案，提案当然都可以再做讨论。重点是行政机关如果不当的扩权，严重影响了公益团体的一个权益，也必须要来做解释。行政机关它是不是有不当的扩权之后，还对于许多的团体啊，无限上纲的来做一个清算，权力的清算，国民党还去把这个公益团体啊，这个救国团也算在这个清算之列。那会草案版本增订赋税组织但书，强调不隶属国家的人无在这限制，过速的计划为东山条例公布施行时开始适用，暗过也引起立委批评，国民党靠立委协助无法无天。柯文哲跟黄国昌过去都是站在支持处理不当党产的一方，所以对于党产条例是不是柯文哲、民众党、黄国昌应当起义来归呢？联合其他的政党变多数以后啊，要把他去受集的啊，这样的来把他给推翻掉的话，这个其实也违反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跟法的一个安定性。另外，后有民众党起义来归，按国民众党总调黄国昌回应，这案件无在民众党团的优先法案名单当中。救国团也回应对立委提案修法表示尊重，强调政府应该善待每一个为国家服务的良善人民团体，共同创造国家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有8架次的强舰甲4架次海警船是伫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中国国防部长伫香格里拉对话，针对美中台演习，却认为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学者认为，主要是美国联合民国进行演习，或者是外交发言，和中国压力，和北京是有过度的无安全感。接近世界和平基金会来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在地缘政治中心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指出教育和国际接洽的重要性。感谢世界和平基金会选择来到台湾，一起来促进教育交流、世界和平的目标，将加深台湾跟国际的连结，提升台湾的全球影响力。不过，中国一直不断威胁国防部公布撤资归港，查到8架次的强舰和4架次的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国防部长邓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针对美中台关系发表的演讲，被认为是言论比以前更加强烈。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不过，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军事战略研究 NGO
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近公布一份115页的报告当中，分析中国在未来5年可能分4阶段实施无亏舰到接管台湾的战略，为第一阶段封锁台湾周围海空域航线，切断海底电缆，才造成动乱。到第二阶段破坏美台关系，第三阶段提高军事威胁，最后目标是签署和平协议和建立和平委员会，来完成中国对台湾的控制。就北京来看，现在是美国的对台的动作越来越鲜明，政治操作的这方面作为一定会越来越大，军事的行动上面它会适当管控的。学者认为，最近美国联合民国进行相关演习，或者是伫个外交场合的发言，拢带予中国搁较具体压力，予北京当局伫台海议题顶端展现真悬的无安全感。啊，毋过中国目前无希望破坏美中会军的军事活动，研判对台海会适度管控军事动作，继续透过政治操作来进行阵地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平湾跨海大桥在假日都有开桥表演，但是昨天有民众发现我军大平湾那边卡掉的超过10分钟，第一时间给人开放单线双向通车，平管处的回应秋香评估是线路不正常，已经安排检修。今礼拜民众来观赏屏东东港平湾大桥开桥表演，结束了后，本来两边的桥面拢应该恢复到180度平面，让车辆通行，却发现一边的桥卡掉的，时间超过10分钟。桥面要准备复位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卡住？就是卡住一边，然后没有全部放下来。记者跨海大桥连接着东港镇南平里甲嘉南里，嘛是南平里主要连外道路。二号迄天，民众抱怨桥面无法度复位，影响着正常的通行。开时间来检修排除毛现场，一度敢来当单线双向通车，造成塞车。都有三次了，通宵三。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南平里的对外连外道路啊。只只旁准买过，也是想弄个洞，差不多20分半点钟也有啦，足真正盖桥面啊。嘛有邻近徛好抱怨，桥梁有时阵也因为船只要经过来交管，造成无方便。皮管处回应，当天有可能是线路异常，才会让桥梁无得关起来。当暗先让桥面复归，后续会请厂商来修复。靠弯预测，因故没有办法放下，请紧急联络厂商，检查之后发现是线路异常。有民众反映，桥梁一当作一届无多关闭，铁管处回应，这是新冠肺炎了后第一届来发生，距离顶届上少三当以上，三年有较悬的频率来故障，经过整体检修已经改善，正确的故障数要搁统计。记者王立婷、明昭、环科正准屏东报道。西门町有名的日本卖场唐吉诃德会计是出现鸟鼠，被民众拍下来，台北市卫生局嘛去稽查，暗过现场并无发生缺失。我看到后夹的东西掉下来，我以为是后面可能在补破，你知道吗？就过去看了一下，就发现老鼠在人走。经查民众所拍摄照片中之食品，现场已无贩售，业者并已加强货架病媒防治措施，且可出具病媒防治记录。稽查现场未见老鼠或其他病媒出没等情事，尚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民众讲，伊伫找这间日本卖场时阵，是发现这只鸟鼠，会惊一跳。特别是卫生局嘛去卖场，针对人员甲作业场所做卫生的检查，检查结果是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过来看到为着降低保护一路口吊水问题，通去年是试办做法是检索平台，平均降速达到30%，一天对当组装完成。因为这种情形已经外关系来乌了，暗个毛关系是认为检索效果怪苹果暂时不被低做。车经过减速平台自动降速，桃园去年起试办组合式减速平台，目前全桃园有6个设置组合式减速平台，包括板北线2个甲路段行4个，平均降速达到30%。大家到那边就慢下来，还有的不知道急急救就会跳啊，晚上的话急急救的就是变快，那就会跳。最有安全啦、啊，怎么他们这样速度没有那么快啦，都会停一下啦，大部分啦，都会速度会比较慢。
交通局表示，过去点啊加设检索平台铺设了是了工，时间爱封路街道。新设组合式检索平台以无帮组装，工程无受天气影响，时间基底一工内就当完成，也当以路的跨度调整大小，降低迷环。自去年推行新式实体减速设施组合式减速平台，以橡胶材质组装设计，加上反光标线，促使汽机车用路人自动减速。针对桃园新设检索平台，已经有外县市来学。新竹县已经提案争取内政部经费，每地无户籍路口设置检索平台、检索标线。不过，也有县市认为检索成效也有待评估。烦恼车辆长时间到来到去，坎坷无平，颠倒和老大人跌倒有骨背记录，暂时无地咧做。记者综合报道。托尼基是全球第五大的山地谷，当地上大的地皮山区，民众是挖苦高空出房车来上山落山，啊，还是常常发生摔落去意外。过去从来没人那个，有些苦过去是没得，从来不歇呀，那你看，夜了吧，没得，开歇吧，开。住在里德县有名地乡高龄九十岁的卡罗斯曼先生，每一摆出入家门拢像咧生命共款，被这个摇摇晃晃、简单的柴房车，伫里地面二三十公尺高的钢索吊面，以出行方式趟过三百公尺高真惊的山坎。里德基海工程协会的统计，讲规个乌海山区有我一万五千台，这类民众家己搭建简单型的高空缆车。2008年到2021年之间，有几啊百人跌落山坎受伤，阁不幸有18人死亡。去年7月，也传出有一名25岁查甫人，伫台湾地美的高空出班车发生放电时的危险的代志。Eski artık, bunlar eskidi artık. Mesela şey, yürüyüş yönü bile yok. Aşağı yukarı bir insanlar bir saat yürüyor, 1000 saat daha çıkmak için 1 saat yürüyor. İniyor, dereye iniyor, dereye yukarı 1 saat yürüyor. En az 1 saat daha dağlara çıkmak için 1 saat yürüyor. Yol olsa arabasından... 李德胜的土壤真肥，加上乌海所带来冬湿气候，或者成做有名的山地区。同星期有三分之地的地皮拢产自这片山区，大概70%的居民拢从事甲地皮有关系的工作。大片分布伫真惊山坎之间的田园，欠妥善的道路规划，必须民众出入运送地皮，拢爱靠一挂危险的私造缆车。Hier zur Kosla, bunda insan binemez. Ama uzak olduğu için o düşen şeyler var ya, 800 metre tel.Uzunluğu 800 metreden tele binmek zorunda kalıyorlar. Çünkü oraya gitse 1,5 saate yayan gidecek. 1,5 saat gittiğin zaman yayan dağdan yukarı, orada sen çalışamıyorsun. Mecburen yoruluyorsun. Ne yapıyor? Teleferikten 15 dakikaya gidiyor ya. Başlıyor çay toplamaya.九十岁高龄的卡洛斯曼先生访问到，为了安全，安怎无要搬离这个位置山坎的厝？伊笑咧讲，为家己厝的窗啊，会当远远看到雨水坎着的本顶山顶，伊唔甘这个美景。公司新闻吴慧文编译。美国森林爆发有虫菇啊入侵问题，加州古山国家公园就替已经2200岁大树蛙进行头一摆健康检查。加州的古山国家公园，远远看过去，拢是真高的古树。其中知名度上高的是这张用南北战争期间北平将领威廉·雪曼复名的雪曼将军树。伊2200岁，被尊称是这片森林古人的阿公。85公尺高的雪曼将军树，是内华达山脉内底原生种的古山。这种树啊，能活3000年，体积更是地球上上大。看草真好的研究人员用所吊挂爬起树身了后，看起来亲像被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树啊共款，和下骹围观的记者甲群众对这种这么大树啊是真愕然。
美国国家公园最近连续爆发牛啊入侵的问题，造成70宗珍贵的牛山死亡。为了保险，高森林协会第一摆为雪曼将军树做健康检查，有专家详细观察树皮、树尾是不是有树皮牛啊刻过坑。那是有，当场都要来做处理，亲像是喷水、去除树灰，或者是使用化学药剂。那是无去处理，这牛啊半年之内就因开始一丛大树。When we climbed up, we didn't know what level of beetle activity was going to be in the general Sherman tree. We found a little bit of activity, but on the whole, it seems to be a very healthy tree that's able to defend off any beetle attack.美国西部地区上林甲冷杉林，这几年饱受树皮牛蛙的残害，暗过无对体质特异、生命力顽强的牛杉造成任何威胁。一直到气候变迁引起的酷化、林火这两大现象，让生存数千年牛杉带来改变。为更加有效掌握牛杉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也进行空中摄影机监测器的测试。But what we were doing today was.Testing whether the drones could be used and whether satellite imagery could be used to see what we are seeing with our direct observations, and that would, if successful, would allow you know managers to be able to detect and monitor over much larger areas.1990年成立的牛山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创立的第三个自然保育地，每年吸引100多万游客。2011年，内华达山脉植物野火，火势向牛山公园传过来，消防人员佫赶紧赶过来，将雪曼将军树包防火毯以防万一。公视新闻王惠文编译。关心天气，最后来看各地详细资料。感謝大家收看今日公司中道新聞，明仔在同一時間，咱再會囉。